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起弹吉他，我是林飞老师。那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周深的小美满。那今天用到的吉他呢是来自蓝顿的 LM18， 这是一款音色跟手感都特别不错的红山面单吉他。如果想拥有同款的话呢，可以到淘宝搜索店铺喵了个亿详细咨询。接下来我们看这首歌用到的和弦有哪一些啊？常用的我们就不说了，我们看看不太常用的。首先第一个呢叫做 D 斜杠升 F， 那这个和弦呢是在 D 和弦的指法基础上呢，大拇指反扣出我们的六弦的二平。下一个是 BM11， 好，那这个需要用到三根手指，食指按住五弦的二平，然后中指按住三弦的二平，小拇指按住二弦的三平。下一个是 BM7-5， 好，那这个和弦你看就是在 BM11 的基础上呢，然后我们把五名指按住四弦的三平。下一个是B7 和弦， B7 和弦你看食指按住四弦一平，中指按住五弦的二平，五名指按住三弦的二平，小拇指按住一弦的二平。再下一个呢是 EM7-5， 那这个指法呢就是比较高把位的到七平啊，它其实就是你看在前面 BM7-5 的指法上，你看我们直接移到哪里呢，移到第七平。好，然后剩下呢就是一些常用的和弦或者是一些大横按的一些指法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首歌的前奏。那前奏的话呢基本上跟原曲的旋律是一样的啊。那首先我们第一个 G 和弦啊要先按好它，然后呢G 和弦前面那个小节你看它第三拍的后半拍开弹，你看一二三大大大啊，我们来试一下一二三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小拇指要提前按住二弦的三平啊，然后因为它这有弹到这个旋律嘛，你看二三。哎，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啊，我们这小拇指就移到二弦三平就 OK 了，我们只要跟着节奏去弹，你看大大大大大大。好，那接下去到了D 斜杠升 F， 那这里就比较特殊的，我们刚刚说的哎是这样的一个指法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们可以去省略它的手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拇指你还是按住二弦三平不动，然后呢大拇指反扣住六弦二平就 OK 了，你看，然后接下去中指。好，为什么要省略呢？因为这样的话会更方便我们弹奏它的一个旋律。我们现在把第一个小节连起来试一下。接下去 EM 和弦，好，你看是不是也是很简单的，只需要到了第二拍的时候呢小拇指按住二弦三平就 OK 了。那接下去小拇指还是不动啊，然后接下去呢变成 DM 和弦啊，正常 DM 我们是这么样的一个指法啊，那现在我们为了方便，你看直接用小拇指按的也是 OK 的。好，放开食指，好，回到 C 和弦，G 斜杠 B。 好，这个时候五名指呢要移到哪里呢？移到四弦的二平，你看，接下去 M7， 对不对？弹完第一个音之后，然后后面的三个音呢就是小拇指按住这个二弦的三平啊。好，放开和弦，然后五名指移到四弦的四平，然后回到 G，然后中指又移到了三弦的二平。那主歌部分相对来说它的节奏呢就比较简单，基本上是以八分音符还有四分音符为主。那比如说这个小节一二三四就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然后一拍一个和弦一二三，后面也是以此类推 D 和弦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前面是 C 一二，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 D 和弦就不需要去按住一弦的这个二平了，直接松开，你看，好，直接就是大大大大大大然后再往下弹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下去在下一个加花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这边有个四二拍的 G 和弦这个地方，大家注意这是一个爬音，然后大大大一个滑音，好，这个大要注意千万不要，好，它是大大大大大大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型，我们来试一下。
下去，接到 B7 啊，然后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都是运用到 G 调的一个指型，然后呢，哎，接下去就转调了，然后指法就有变化了，就基本上都是以大和暗的指法为主啊啊，比如说这个小节又变成四二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是 F 挂四。哎，然后变成 F， 好，那这个时候它指法呢，哎，就是下面三个手指去变化，一、二，好，那接下去这样 B 挂二，好，然后扫弦的节奏呢，都是以下下下上为主啊，就没有其他的一个变化了。那这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就是，哎，有的时候它换和弦的这个速度会比较快，就比如说，哎，我们看这个迷迷糊糊的浪漫这个地方，你看它就是，你看一个小节里面它有三个和弦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然后到下个小节，你看又是三个和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需要多加的练习。然后，哎，一直到结束的这一个小节，大家注意哈，你看。这个好，这爬音下去呢，接下去呢就是有一个加花哈，就是在这个和弦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小拇指，然后呢弹响，有两个击弦，好，然后又回到了这个降 B 挂二和弦。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这个大和暗哈，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。那这个加花的部分呢，大家一定要压紧这个旋律的情节，然后呢小拇指啊，当当当当，好，结束啊，这个需要大家去勤加的练习。好了，这首歌的主要难点就是这一些的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，或者是你掌握的话呢，可以添加我们的话题一起弹吉他，参与互动。